阅读理解唔单止系考试嘅一部分，仲系学习、工作同生活中不可缺少嘅一种能力。高度嘅阅读理解能力，能够帮助小朋友自信咁面对人生，思考未来。要令小朋友爱上阅读，就要揾啱方法。公民式语文科通过精心编排嘅教材，根据语言学习嘅规律因材施教，重视培养小朋友高度嘅中英文阅读理解能力，从小养成阅读兴趣，扩大阅读量。推荐图书令小朋友透过阅读睇到更大嘅世界，养成终生阅读兴趣同高度嘅阅读理解能力。今日嘅学习乐趣将化作挑战明日嘅技能。